大家都知道，圈内不少男星都喜欢网红，先是吴亦凡和小鸡内有一腿，接着胡一天也和小嫩模有关系。至于我们的娱乐圈纪委王思聪，更是网红粉头，之前不少女友都是网红起家，当时还有网友调侃道，王思聪真是养活了网红这条产业。自从王思聪和窦的儿分手后，王思聪就一直待着，偶尔打打游戏，旅旅游，和林更新在传点绯闻，一直没见有新动态。近日却有网友爆料，王思聪似乎也有新女友了。这则消息爆出后，吃瓜群众纷纷猜测，又是那位好运气网红被纪委看中。没想到看到这位新女友照片后，大家却吓了一跳。据了解，这位新女友名为陈雅萍，并非网红出身，而是妥妥一名演员，打过不少酱油。看到这里，网友们不得不感叹思聪口味变了，这次的新女友高级不少。目前双方还未回应此事。对于王思聪这段新恋情，你怎么看呢？